我给你弟介绍的相亲对象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到了吗？到了到了，我和我弟啊在我们约好的地方等着你们呢。好嘞好嘞。王婆，那你快点啊。好的。哥，你今天叫我出来干嘛的？我说老弟啊，你现在呢混的是风生水起，要车有车，要房有房，就差成家了，就差一个女朋友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都三十几岁的人了，这你不着急，爸妈也替你着急啊。哥，你跟爸妈就不用替我担心了。其实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也挺好的。快到了。哎，你看他们在那等咱们呢，走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一辈子谁来陪你们认识啊？渺渺茫茫来啊，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，藕碎断了丝还。王婆，你有他的电话吗？啊，我有他哥的电话。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呀？没问题。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。好儿，王婆，你又怎么了？啊，这个姑娘想先给你弟通个电话，她有问题要问她，你把电话给你弟一下。那个姑娘呢，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你接一下。喂，你好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行，你说吧。你当初为什么和你前女友分手啊？啊，他爸妈当年找到我，是我跟他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劝我跟他分手。唉，后来啊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他爸妈说的也对啊。当年的我一无所有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，你说我总不能耽误他一辈子吧？这再后来啊，我也想通了。你说那些被家庭阻拦的爱情，不都是遗憾和无奈吗？你是要和我父母过，还是和我过？你当初说分手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。情景在浮现，藕碎断了丝还连。轻叹时间水变迁。你别难过啊，其实啊，有时候的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遇。恩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。好儿，这种思念的牵挂让我无法自拔，一颗心在风中挣扎，像一个离家的娃娃，害怕寂寞枯萎了枝桠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，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往后余生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好好珍惜你。家人们，当初因为我条件不好，遭到他家里人反对，我们被迫分开。但是兜兜转转，时隔三年，我们终于又相遇了。真心相爱的两个人能走到一起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家人们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祝福，谢谢。回家，回家。